耶稣搁在去湖的边，去加神的真理。安尼，这人都祈祷为了伊。了，耶稣就起去一个细只船，坐伫船顶来加安尼这人神的真理。加了来的人，都坐伫湖的边位听了伊。耶稣用譬如来教真济项事，伊安尼讲：有人来听，一个种田的人出去野子，伊伫野时，有个子甲落伫芦苇，鸟都来甲伊食去。有的甲老伫真少土的巴土地，这个枝都真快生起来，因为土少，伊会紧袂生深落去，日头一会晒着，伊就打起。搁有的枝甲老伫有刺的长的位，生起来的时。刺到客死的那种，未生刺了。搁有的枝甲留滴好的土，这个枝就会生起来。到大长的时，会弹到30倍、60倍，还是100倍的收成。耶稣佫讲，一群人有耳仔听的，都要听好好来。耶稣家己一人的时，伊会接一个使徒，佮对伊的人都去问耶稣一个加了的比如的意思。耶稣安尼款讲，神来做王，对伊的百姓的生命的秘密。我袂讲破予汝人知，特别对外人，达达项事，我都用比如来甲伊人讲。圣经有讲，伊人有目睭看，特别佫看无；有耳仔听，特别佫听袂明白。若是伊人会看清楚，佫听会明白，伊人就会真罪了悔改。安尼款。就会贪到神的原谅。耶稣佫讲，啊是汝人未明白这个比如，汝人安怎佮会明白别个的比如呢？种田的人也会知，是代表神的话。迄个枝甲留伫芦苇，是上个人听了神的话，魔鬼随时佮伊摕走去。可以未记。迄个枝甲留伫焦土的巴土地，是上个人听了神的话，都欢喜接受。特别伊未相信神久长，因为神的话在伊的心内面，未落土生根。遇到坎坷的事，也是因为对条神，咧予人苦读，安尼款，伊就离开神。迄个枝甲留伫有刺的长的位，是上个人听了神的话，特别因为伊有生活的烦恼，佮雨泪袂去，本来享受世界物件，伊就无爱上条神的话。佫无爱对条做，
安尼款新的话大伊的生命都拍算去。迄个子也伫好个土个，是上个人听了新的话都接受，了专心对条新的路行。安尼款伊的生命都会祝福人个三十倍，还是六十倍，还是一百倍，上个迄个长个修行。